斯莱乐园表演团，为了使盲聋学生有机会体会他们的表演活动，特别在今天上午10点到台北盲聋学校和几十位同学一起玩乐。盲聋同学把爱丽丝、米老鼠、大恶狼、电击狗团团围住，抢着和他们握手。有些盲生虽然看不见，也高兴地用手摸摸每一位卡通人物的衣服和面具。卡通明星也高兴地和同学们在操场上手牵手做游戏，一起玩乐。